王传一婚后育有一女，女儿至今也已经5岁了。引人注意的是，5日他在社群发文写道，自己有一次问女儿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，殊不知女儿俏皮的回应说道，我想要姐姐。随后他则附上一张自己与女儿看着超音波的照片，惊喜宣布二宝的到来。有趣的是，王传一也在文中提到，女儿后来知道自己要当姐姐时，瞪着圆滚滚的大眼，指着妹妹说道，那她可以是姐姐吗？对于女儿的童言童语，王传一也直呼 I feel you， 最后附上 hashtag 写道，一直想当妹妹的姐姐，一家人都是巨蟹座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粉丝纷纷献上祝福呢。Bye.